今天观修因果不虚第四个修法，思维业果别相之意业。前行准备，首先做好做前准备，然后开始做身与意的调整。一身的要点，你呢双足金刚加趺坐，刚开始如果做不到，一般的席地盘腿而坐也可以。二呢双手结钉印。手掌朝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双手交叠，拇指相抵，放于其下。三呢，脊背挺直。四呢，两臂自然下垂，保持放松舒展的姿势，不要用力夹起来。五，颈部稍稍向前倾，微微低头。六，舌顶上颚。七，眼睛随视鼻尖。入座的时候，先在舒适的坐垫上做毗卢七法，身心完全放松，稍作休息。二语的要点啊，排浊气。首先，左手握金刚拳，压住左腿根部动脉，也就是腹股沟的位置。右手同样做金刚拳，再将食指或中指伸出来压着右鼻孔，然后从左鼻孔往往上内吸气，囤积在其下，观赏自己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所积累的业烦恼罪障破事缘，修行中出现昏聩呈现迷茫错误，这一切都变成黑气，随着呼气向外排散，如是重复排三次气。接着右手握金刚拳，压住右腿根部动脉，左手握金刚拳，伸出食指或中指压住左鼻孔，从右鼻孔往往上内吸气，囤积在其下，观想自己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所积累的业烦恼罪障破事缘，修行中出现昏聩呈现迷茫错误，这一切都变成黑气，随着呼气向外排散，如此重复排三次气。最后双手以金刚拳压住大腿根部动脉，从两个鼻孔往往上内吸气，囤积在其下，观想自己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所积累的业烦恼罪障破事缘，修行中出现昏聩呈现迷茫错误，这一切都变成黑气，随着呼气向外排散，如是重复排三次气。三心的要点啊，先调整发心，明确自己的修法是为了一切有情远离苦因及苦果，获证圆满佛果。接着祈祷上师
在自己前方虚空大概一肘高的地方，观赏自己的根本上师，面朝自己安坐在千瓣莲花的狮子宝座上。从此心中应有五种了知：一、了知上师是佛；二、了知上师的所作所为都是佛陀的事业；三、了知对自己而言，上师的恩德比佛陀更大；四、了知大恩大德的上师总集一切归一处；五、了知认识到这些道理以后，如果能全程祈祷，无需依赖他道之言，便可在自相续中升起证悟智慧。怀着这五种了知，以及对上师的感恩戴德之心，全程向上师祈祷，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总集，根本上师如意宝您，请您一定要随念我，加持我，让我修持因果不虚，能够圆满成功。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观修念诵上师一家。南无尼舍南无冈瓦耶喇嘛耶达玛甘卓宗南达三揭卓达拉巴婆伽达拉那达达拉卓哲拉伽毗迦僧卓南无尼舍南无冈瓦耶喇嘛耶达玛甘卓宗南达三揭卓达拉巴婆伽达拉那达达拉卓哲拉伽毗迦僧卓南无尼舍南无冈瓦耶喇嘛耶达玛甘卓宗南达三揭卓达拉巴婆伽达拉那达达拉卓哲拉伽毗迦僧卓达达拉达耶僧伽那耶那三揭云巴拉达三揭卓达拉僧伽哆达达拉达耶僧伽那耶那三揭云巴拉云巴拉悉巴达耶哆三揭卓达拉僧伽哆达达拉达耶僧伽那耶那三揭云巴拉云巴拉悉巴达耶哆三揭卓达拉僧伽哆阔爹祖根嘎德拉勒巴嘎兰德拉玛嘎耶切王耶龙我华德拉赞巴多杰拉南巴拉扎吉个月君诺瓦涅嘎兹拉兹怎么班子大耶切祖杰萨杰拉兹拉华南将耶切祖我是莫米祖朗南大伯见得蓝米色你见若今夜阳干色将花来得见千老云了门今夜碰着要不来做外地工作的多把破坏心结了你见若今夜阳干色将花来得见千老云了门今夜碰着要不来做外地工作的多把破坏心结了你见若今夜阳干色将花来得见千老云了门今夜本座要来做晚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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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多把破坏心结了他那喇嘛我也特理解让个学我你学人为等加个人也接接的喇嘛等高我念不信了吧托吧生最后观赏上师化作五色明点从头顶涌入自己的心间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混然成为一体在这样的状态中不跟随过去的分别念不迎接未来的分别念也不持续现在的分别念尽可能如定安住
今天一见那张张白马，给咱俩东坡了。要怎么做个我做你白马中呢？一只了子，过得了看着忙不过，急急的就是了带着马去，寻觉了绝色之所，个人白马子了的火。我今天一见那张张白马，给咱俩东坡了。要怎么做个我做你白马中的一只了子，过得了看着忙不过，急急的急死了带着白驹，寻觉了绝色之所，个人白马子了的火。哦，今天一见那阵子，白马急死了东坡了。要怎么做个我做你白马中的一只了子。过得了看着了忙不过得了急急的急死了带着白驹，寻觉了绝色之所，个人白马子了的火。喇嘛钦喇嘛钦喇嘛钦，但着了你给了阿达瓦拉子，你那顿钱越越努力了，得着了你把当你真越了。东京转街奔马摸着了吧，东面接着了这把打折了，工作跟地拉面的节日，大众都用些把心结了，这些他们家摸得了落云雨，落这刚拉长江这不住，这我来你上南这站面站，但这人心结让过了过年时，我面昂得了你把打折了。工作跟地难免的节日，没得了接我来心不来心绝了，干了你接的样子没事，这接来我没不能得了你，过得了年安的不出事呢，让些人来们不来你那样，这原罪多么你大家了，工作跟地难免的节日。给到了咱都是不得心去了。在观修因果不虚之前呢，把前面的法衣串一遍，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忘失前面所受的法衣。首先唯一散满难得的法衣，假如我们投生到地狱、恶鬼、旁生、长寿天、边比地、邪见、佛不出世、阴阳这八无杀处，肯定没有机会修学佛法。其次，思维获得十圆满，分别是生而为人、诸根具足、转生中土、业绩无倒、信仰佛法五种自圆满，以及如来出世、如来说法、佛法诸事、自入圣教、善知识摄受五种胎圆满。如果我们已经具足了十种圆满，成熟了修法的圣缘，应该好好珍惜。根据无故光尊者的窍诀，还需要断除战生缘八无暇和断缘心八无暇，否则无论修什么法都得不到佛法的加持与感应。再从这个因缘比喻数量来思维洒满人生，极其难得。从因缘上说，要得到闲暇需要守护清净的戒律，要得到圆满必须大量累积布施等福善，为了获得洒满人生还要以清净的发愿来衔接。从比喻上说，获得十八种洒满的人生是极为难得的，犹如佛出世时才有的优昙花一般的稀有。从数量上说，获得洒满人生简直比白天的星星还要稀有。既然人生如此难得，我们应该利用它摄取佛法大益，不要虚度空耗。尤其是我们有幸遇到了光明大圆满，以此修行可在数年数月之中证得大红生果位，我们应当下定决心经由此道来摄持人生大义。
而后者为一而修命无常的法义。世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本性，无常可分为粗大的无常和细微的无常。首先思维粗大的无常，坚固的外气世界都会被七火一水一风所毁灭，更不用说脆弱有情众生了。其次思维细无常，只要看到事物最初形成，中间安住，最后外面的双障，就能证明事物是刹那生灭的。再深入了解，事物在后一刹那升起时，前一刹那就已经灭了。前前后后的刹那是许多个他体的法，并没有同一个法在空中来去动转，这就是细无常的走向。我们在观修时务必在心相续中升起这一种相。接着应如理思维死亡无常的三大窍诀，每一个窍诀都以三种因相成立。因决定死亡，有生必有死，有为法就是如此。无论是何种身份，处于何时何地，以何种因缘，都无法阻挡死亡的来临。而生命如瀑布飞驰一般迅速走向死亡，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修习佛法。二，死时不定，转生为南瞻部洲的人类，寿命根本没有定准，随时有可能死亡。从因缘上说，死缘众多，生缘极小，生缘一变为死缘。再加上身体极其脆弱，就连一根针都能要了我们的性命，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死亡什么时候来临。三，死时除佛法外一切无益，临终时这一生所执着的财富、亲友、身体都无法带走，只能独自一人通过中阴来到后世。总之，世法无有实义，唯有正法有益，我们应以正法为依护，赶紧修持对临终有利的正法。尤其是一到了光明大圆满法要，我们应下定决心经由此道获得佛法指引。下面开始今天的增行观修。今天观修因果不虚第四个修法，思维业果别相之异业。业果的种类无量无边，但能够行持善业和恶业的门径，决定只有身与意三门。而三门一切善不善业，主要含摄在十业道中。根据《十不善业道经》所说，十不善业中身业有三种：杀生、不逾期、欲邪行；语业有四种：妄语、两舌、恶语、绮语；意业有三种：贪欲、嗔恚、邪见。若能断除这十种不善业，即是十善业。此处应从两方面思维意业：一、意不善业；二、意善业。一、意不善业，思维意不善业分二：一、四意，恶果报；一、四意。贪欲是指贪图他人的财富、势力、魄力、辩才、美貌等，并想若有办法让我拥有这一切，那该多好啊。贪欲的对境是他人的钱财、权势、美貌等。意乐三知中观念是于对境无误认定，烦恼是贪嗔痴三毒中任何一种，发心是发起将对境占为己有之心，加行是升起贪欲的意乐后，再在住楼持续这种念头。贪欲的究竟
与对境决定需求，比如心中升起愿这个财物为我所有的念头。贪心圆满必须具足五善，即贪着心、贪婪心、饕餮心、谋利心、复辟心。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圆满的贪欲。称谓的对境为能引生慧恼的有情或无情。一乐三知中，观念是于对境无物认定。烦恼主要是嗔心，发心是乐意对方遭受损害的心，比如心想如何让对方遭受伤害、弃妇等，或者如何让对方损失财产。加行是对所想发起加行，究竟为升起决定，比如对于打骂等行为心中做出决定或者已经确定。称谓圆满也必须具足五种相，即憎恶心、不堪耐心、厌恨心、谋略心、复辟心。其中第一项憎恶心非常重要，由此可以认识业从何而起。第五项复辟心也很重要，由此认识最后将成人到何种状态。中间三项是演变的过程。邪见的对境是真实的存在，比如佛菩萨、阿罗汉、六道轮回、三世因果、净土等名言中真实存在的法，认为这些不存在就是邪见，声称他们不存在即是诽谤。一乐三知中，观念是认为所持的邪见是真实的。烦恼也是贪嗔痴三毒中任何一种。发心是发起诽谤正见的意乐，加行是以发心而策发实际行为。此处分为四种，即谤因、谤果、谤作用、谤有事。谤因即认为不存在善行、恶行的，谤果认为善恶业不存在，实有的苦乐果报。谤作用又分为三种，一是诽谤子种、此种作用，即认为无有父母；二是诽谤往来作用，即认为无有前生后世；三是诽谤受生作用，即认为不存在中有等化生有情；谤有事，即诽谤真实存在之事，认为阿罗汉、三宝、净土等不存在。邪见的究竟是执持邪见，内心决定进行诽谤。邪见圆满应具备五种心，即愚昧心、薄酷心、业流行心、思坏心、复辟心。恶果报因异属果，三种异恶业的异属果是堕入善恶道。我们若以福田、恩田、悲田等很严厉对境造作异恶业，果报尤为严重。贪心不足，最终会导致福报享尽而堕落。鼎生王曾统领四大部洲41年，以他的福德力，7天连续降下珍宝雨。后来他逐步发展到四天王天、刀立天，以地势平起平坐，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他仍然不知满足，欲独霸天庭，结果坠落而死。本来他享受福报是因为宿世福业成熟，不应再有非分企图，但他享福时单着力量不知满足，因此由单着心发展为贪婪心，想在享受上不断增长，进而又有饕餮心，对地势的权位势力心生羡慕，由此欲望膨胀，又升起谋略心，想独霸天庭，以贪欲不知羞耻，不知从贪欲中出离，最终业道圆满堕落而死。有的人心态特别恶劣，看到怨敌出现不如意之事就幸灾乐祸，这与亲自造罪的故事相同。古代在宜生山中住有师徒二人，
而另有一个与他们不合的上司。一天，上司对徒弟说：“祖上好茶，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小僧人问：“听到什么呀？”上司说：“与我们俩不好的某某上司有女人了。”小僧人说：“哇，上司呀，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我还以为您面见本尊得到受戒了呢。”帕坦帕尊者听到此事后说：“幸灾乐祸的那个上司比破戒造罪的那位上司罪过还大。”这就是所谓的恶心武器伤自己。十不善业中邪见的罪过是最严重的，因为邪见是一切罪恶的根本。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持有不信因果的邪见，所以才肆无忌惮的大造杀盗淫妄等恶业。毗蓝耶经四分力中都说，即使升起一刹那邪见，也将撕毁一切戒律，不能列入佛教徒或出家人的群体中，而且原来还是暇满人生，但从此之后也不算是闲暇的人生了。所以僧田论师说：“宁毁犯斯罗，不损坏正见。”宁可毁犯戒律，也千万不要损坏正见。龙树菩萨也说：“邪见者行善，其果亦难忍。”知香序一旦被邪见染污，即便兢兢业业的奉行善法，也不可能踏上解脱之道。善行比丘曾是佛陀有25年之久，可以将32部经典倒背如流，但他对佛陀没有丝毫信心，唯生邪见，离开佛陀7日后，在花园中堕为恶鬼。等到贤劫千佛全部出世之后，他还会堕入地狱，感受漫长痛苦，然后再慢慢转为人生。可见生邪见的果报非常可怕，继邪见者不会有修行佛法的机会。我们平时一定要经常祈祷上师三宝，令自相续唯一升起正见。二等流果，等流果分为同心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同心等流果以习气故，生生世世常生贪心、嗔心或邪见。感受等流果，贪欲之人来世心不知足，多欲无厌，对无利之事强烈追求，对有利之事却无心寻求。嗔畏之人来世被人世仇长短，动辄得咎，常被他人恼害。邪见之人来世生邪见家，其心残取，心不堪能，经常产生各种恶分别念。三增上果，贪欲增上果，七世间一切盛世渐渐衰微。嗔恚增上果，七世界恶相频现，比如疾疫的流行，灾横的扰恼，厌敌的惊怖，以及出现猛兽毒虫、亡朗药叉、肠道恶宅等。邪见增上果，七世界诸宝藏悉皆隐没，诸不净物乍次清净，诸苦恼物乍次安乐，所生之处为非安居所、非救护所、非皈依所。是私用果，三种一恶业的私用果是恶业与日俱增。二一善业，思维一善业分二：一四意，二果报。一四意，一善业是指断除贪欲、嗔恚、邪见，而殊胜的一善业即是进一步奉行对治的善法，即满怀舍心、修养一心，以此正见。若能如此而行，功德不可思议。行持一善业同样需要具足对境、意乐、加行、究竟4个条件才算是圆满的善业。例如断除贪欲的对境是能引发贪心的财物等。意乐三之中，观念是了知贪欲过万，发心是欲断除贪欲的心，还应具备无贪、无嗔、无痴。加行为止息贪欲，究竟为圆满止息贪欲，其他一善业可依此类推。二果报，
三种一三一的一属果是转生于人天上去。从同心斗流果来说，断除贪欲者，生生世世不起贪心，满怀舍心；断除嗔恚者，生生世世不生嗔心，具了一心；断除邪见者，生生世世都会具足正知正见，拥有取舍善恶的智慧。从感受等流果来说，断除贪欲者，知足小欲，凡事顺心如意；断除嗔恚者，不受斥责，不被恼害；断除邪见者，来世执意佛法，心中升起善妙之见。从增上果来说，断除贪欲，则世间一切圣妙之事增上兴盛；断除嗔恚，则七世界充满祥和之气，灾难熄灭，人心安定，种种瑞相频现；断除邪见，则殊胜宝藏显现于世，所生之处为佛法兴盛的中土。施用果是善业日日增上，福报接连不断显现。对上述一业的业果反复思维后，应反观自己以前曾升起过多少贪欲、嗔恚、邪见，每一种业是否圆满业道，是否曾以圆力的对境造作一恶业。若不加以对治，将来又会感受何等果报？如果曾经造作了一恶业，一定要在上师三宝面前发怒忏悔，誓不再造。其次，应以正知正念不放逸三者，谨慎取舍自己的心念。一旦升起此等念头，要立即觉察并加以对治，力求断除一切贪欲、嗔恚、邪见。从今往后，以无贪、无嗔、无痴之心念摄持一切行为，长此以往，自相续必然会发生改变。十善业有行三有的业和行寂灭的业两种，以小师道发心奉行十善，只能获得人天善趣果报，这是行轮回的业；以中师道发心奉行十善，是中师道行寂灭的业；以大师道发心奉行十善，是大师道行寂灭的业。我们应下定决心，以三殊胜摄持一切断恶修善的业行，成就大师道的佛果。最后，内心恳切的祈祷，总集佛法僧三宝为一体的大恩引导上师，请您以大悲慧眼随视我等无名众生，请您赐以加持，愿我们速入因果正见，具足取舍善恶的智慧。如是反反复复观察，安住交替来修，如果感到疲惫，全无思索，就不为想过去，不迎接未来，不持续现在的妄念，在不加改造中安住。当又准备起心动念时，在进行观察，不想起念时，再安住下来。这就是观察和安住轮番交替而修。下面我再引导一遍。今天观修因果不虚第四个修法，思维业果别上之异业。业果的种类无量无边，但能够行持善业和恶业的门径，
决定只有身与意三门，而三门一切善不善业，主要还是在十业道中。根据《十不善业道经》所说，十不善业中身业有三种：杀生、不逾期、欲邪行；语业有四种：妄语、两舌、恶语、绮语；淫业有三种：贪欲、嗔恚、邪见。若能断除这十种不善业，即是十善业。此处应从两方面思维意业：一、意不善业；二、意善业。一、意不善业，思维意不善业分二：一、四意；二、果报。一、四意，贪欲是指贪图他人的财富、势力、魄力、辩才、美貌等。并想，若有办法让我拥有这一切，那该多好啊！贪欲的对境是他人的钱财、权势、美貌等。意乐三知中，观念是于对境无误认定；烦恼是贪嗔痴三毒中任何一种；发心是发起将对境占为己有之心；加行是升起贪欲的意乐后，再在住楼持续这种念头。贪欲的究竟于对境决定需求，比如心中升起愿这个财物为我所有的念头。贪心圆满必须具足五善，即贪着心、贪婪心、饕餮心、谋猎心、复辟心。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圆满的贪欲。嗔恚的对境为能引生恚恼的有情或无情。意乐三知中，观念是于对境无误认定；烦恼主要是嗔心，发心是乐意对方遭受损害的心，比如心想如何让对方遭受伤害、弃妇等，或者如何让对方损失财产。加行是对所想发起加行，究竟为升起决定，比如对于打骂等行为心中做出决定或者已经确定。嗔恚圆满也必须具足五种相，即憎恶心、不堪耐心、厌恨心、谋猎心、复辟心。其中第一项憎恶心非常重要，由此可以认识业从何而起。第五项复辟心也很重要，由此认识最后将成人到何种状态，中间三项是演变的过程。邪见的对境是真实的存在，比如佛菩萨、阿罗汉、六道轮回、三世因果、净土等名言中真实存在的法，认为这些不存在就是邪见，声称他们不存在即是诽谤。一乐三知中，观念是认为所持的邪见是真实的，烦恼也是贪嗔痴三毒中任何一种，发心是发起诽谤正见的意乐，加行是依发心而策发实际行为。此处分为四种，即谤因、谤果、谤作用、谤有事。谤因即认为不存在善行、恶行等，谤果认为善恶业不存在，实有的苦乐果报。谤作用又分为三种，一是诽谤子种、此种作用，即认为无有父母；二是诽谤往来作用，即认为无有前生后世；三是诽谤受生作用，即认为不存在中有等化生有情；谤有事，即诽谤真实存在之事，认为阿罗汉、三宝、净土等不存在。邪见的究竟是执持邪见，内心决定进行诽谤。邪见圆满应具备五种心，即愚昧心、暴酷心、业流行心、思坏心、复辟心。
恶果报，因异属果。三种异恶业的异属果是堕入三恶道。我们若以福田、恩田、悲田等很严厉对境，造作异恶业，果报尤为严重。贪心不足，最终会导致福报享尽而堕落。鼎生王曾统领四大部洲41年，以他的福德力，7天连续降下珍宝雨。后来他逐步发展到四天王天、刀立天，以地势平起平坐，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他仍然不知满足，欲独霸天庭，结果坠落而死。本来他享受福报，是因为术士福业成熟，不应再有非分企图，但他享福时贪着力量，不知满足，因此由贪着心发展为贪婪心，想在享受上不断增长，进而又有饕餮心，对地势的权位势力心生羡慕，由此欲望膨胀，又升起谋略心，想独霸天庭，以贪欲不知羞耻，不知从贪欲中出离，最终业道圆满，堕落而死。有的人心态特别恶劣，看到怨敌出现不如意之事，就幸灾乐祸，这与亲自造罪的故事相同。古代在宜生山中住有师徒二人，而另有一个与他们不合的上司。一天，上司对徒弟说：“主上好茶，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小僧人问：“听到什么呀？”上司说：“与我们俩不好的某某上司有女人了。”小僧人说：“哇，上司呀，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我还以为您面见本尊得到受记了呢。”帕坦巴尊者听到此事后说：“幸灾乐祸的那个上司比破戒造罪的那位上司罪过还大。”这就是所谓的恶心武器伤自己。十不善业中邪见的罪过是最严重的，因为邪见是一切罪恶的根本。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持有不信因果的邪见，所以才肆无忌惮的大造杀盗淫妄等恶业。品南耶经四分力中都说，即使升起一刹那邪见，也将撕毁一切戒律，不能列入佛教徒或出家人的群体中，而且原来还是暇满人生，但从此之后也不算是闲暇的人生了。所以僧天论师说：“宁毁犯斯罗，不损坏正见。”宁可毁犯戒律，也千万不要损坏正见。龙树菩萨也说：“邪见者行善，其果亦难忍。”知香旭一旦被邪见染污，即便兢兢业业的奉行善法，也不可能踏上解脱之道。善行比丘曾是佛陀有25年之久，可以将32部经典倒背如流，但他对佛陀没有丝毫信心，唯生邪见，离开佛陀7日后，在花园中堕为恶鬼。等到贤劫千佛全部出世之后，他还会堕入地狱，感受漫长痛苦，然后再慢慢转为人生。可见生邪见的果报非常可怕，既邪见者不会有修行佛法的机会。我们平时一定要经常祈祷上师三宝，令智相续唯一升起正见。二等流果，等流果分为同心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同心等流果以习气故，生生世世常生贪心、嗔心或邪见。感受等流果，贪欲之人来世心不知足，多欲无厌，对无利之事强烈追求，对有利之事却无心的寻求。嗔畏之人来世被人事求长短，动辄得咎，常被他人恼害。邪见之人来世生邪见家，其心常取，心不堪能，经常产生各种恶分别念。三增上果，贪欲增上果，七世间一切盛世渐渐衰微，嗔恚增上果，七世界恶相频现，比如疾疫的流行，灾横的扰恼，怨敌的惊怖，以及出现猛兽毒虫，亡壤药叉，
强盗恶贼等。邪见增上果，七世界诸宝藏悉皆隐没，诸不净物加持清净，诸苦恼物加持安乐，所生之处为非安居所，非救护所，非皈依所。是四用果，三种一恶业的四用果是：恶业与日俱增，二一善业。思维一善业分了一四意恶果报。一四意，一善业是指断除贪欲、嗔恚、邪见，而殊胜的一善业，即是进一步奉行对治的善法，即满怀舍心，修养一心，以此正见。若能如此而行，功德不可思议。行持一善业，同样需要具足对境、依乐、加行、究竟四个条件，才算是圆满的善业。例如，断除贪欲的对境是能引发贪心的财物等；依乐三之中，观念是了知贪欲过万，发心是欲断除贪欲的心，还应具备无贪、无嗔、无痴。加行为止息贪欲，究竟为圆满止息贪欲，其他一三业可依此类推。二果报，三种一三业的一属果是转生于人天善趣。从同心斗流果来说，断除贪欲者，生生世世不起贪心，满怀舍心；断除嗔恚者，生生世世不生嗔心，具了一心；断除邪见者，生生世世都会具足正知正见，拥有取舍善恶的智慧。从感受等流果来说，断除贪欲者，知足小欲，凡事顺心如意；断除嗔恚者，不受斥责，不被恼害；断除邪见者，来世执意佛法，心中升起善妙之见。从增上果来说，断除贪欲，则世间一切圣妙之事增上兴盛；断除嗔恚，则七世界充满祥和之气，灾难熄灭，人心安定，种种瑞相平现；断除邪见，则殊胜宝藏显现于世，所生之处为佛法兴盛的中土。四用果是善业日日增上，福报接连不断显现。对上述一业的业果反复思维后，应反观自己以前曾升起过多少贪欲、嗔恚、邪见，每一种业是否圆满业道，是否曾以圆力的对境造作一恶业。若不加以对治，将来又会感受何等果报。如果曾经造作了一恶业，一定要在上师三宝面前发怒忏悔，誓不再造。其次，应以正知正念不放逸三者，谨慎取舍自己的心念，一旦升起此等念头，要立即觉察并加以对治，力求断除一切贪欲、嗔恚、邪见。从今往后，以无贪、无嗔、无痴之心念摄持一切行为，长此以往，知相续必然会发生改变。十善业有行三有的业和行寂灭的业两种，以小失道发心奉行十善，只能获得人天善趣果报，这是行轮回的业；以中失道发心奉行十善，是中失道行寂灭的业；以大失道发心奉行十善，是大失道行寂灭的业。我们应下定决心，以三殊胜摄持一切断恶修善的业行，成就大势道的佛果。最后，内心恳切的祈祷，总集佛法僧三宝为一体的大恩引导上师，请您以大悲慧眼随视我等无名众生，请您赐予加持，让我们速入因果正见，具足取舍善恶的智慧。如是反反复复观察，安住交替来修，如果感到疲惫，全无思索，就不回想过去，不迎接未来，不持续现在的妄念，
在不加改造中安住。当又准备起心动念时，再进行观察，不想起念时再安住下来。这就是观察和安住轮番交替而修。Suprat kawatunga mantranta dewa nam veya leca wajya Satya pongpo tatra tunga cha Kamsam kowa meya ojaya Ditra masi chatra tachala Kuncho kandye la me tajya zik Ngecho sampa jewa shenjya lo Tantra wasa sangjya yaka nge Visa lama ojinan toje chan Sapa lama yatama kancho kor Tantra tocho tisama sangjya nam Yasa nyeche tajan papa cho Chantra songla lawa nampa jen Yuntra chuncha nyelang kitranta Thakura yeshi chocho chonam de Sochye tisama jaya tamja gan Macha mipa tegong tasa wan Tantra lantra maso teje tang Kacha simje genje getrante Ditra niso sangje nyambo wa Yeche choge jase cho wa sam Namke nisa namka gangwa ye Lama yetama kanchur chung lantang Sangje chotra papa getran la Tatran chotra kipi jya sanjo Namke nisa namka gangwa ye Lama yetama kanchur chung lantang Sangje chotra papa getran la Tatran chotra kipi jya sanjo Namke nisa namka gangwa ye Lama yetama kanchur chung lantang Sangje chotra papa getran la Tatran chotra kipi jya sanjo Chitra tisama jawa jejeje Sangje chotra tana jipata Chacha kachama chokan jashishu Lame sangje chotra simjeto Chitra tisama jawa jejeje Sangje chotra tana jipata Jashishu lame sangje chotra simjeto Chitra tisama jawa jejeje Sangje chotra tana jipata Tatsana kachama chokan jashishu Lame sangje chotra simjeto Tatran tayye simje na yinne sangje yunpala Ta sangje chotra simjeto Tatran tayye simje na yinne sangje yunpala Yunpala shipa tanye ta sangje chotra simjeto Tatran tayye simje na yinne sangje yunpala Yunpala shipa tanye ta sangje chotra simjeto Oma hong choya nyemye choke yang kamsa Nangka daka yonke rangi yang Rokcha choke choke kwapa nang Kansara tiche chotpa chantra pa Oma rana pachara macha karga sama cha sapa lana sama ya hong Take sochi pati tantranta Watranto chi shiwa ta wato Tungwe ta jitan chi Chungke chi cho cho chi cho cho yin Take la tanta tungla ye chi koro Tachra chi wa tachra ta pa cho
Om mana satu sama ya mana pada ya mencuat tiada mati atau nama solo kini waktu bukan mana nama solo tanam ya caca saka tanam ya jangan siang kena hongha hua bangkuan so atau tak ada pada nama muda pada bawa ma sama ya satu wa Om mana satu sama ya mana pada ya mencuat tiada mati atau nama solo kini waktu bukan mana nama solo tanam ya caca saka tanam ya jangan siang kena hongha hua bangkuan so atau tak ada pada nama muda pada bawa ma sama ya satu wa Om Bandha Sato Samaya Mata Panaya Manswa Tino Matiya Tino Masoro Kena Watsa Bukha Manta Nama Sato Nama Chacha Saka Masana Miya Chana Siya Kena Ong Ha O Pangko Anso Atata Kata Panama Mamuja Panta Pawa Ma Samaya Sato Kumbo Tanara Moshi Mumbaya Tamsa Lina Kayanya Lama Kumbo Chancho Jie Chowa Tojie Zambati他接近不等夜间作为作来的家家他的心间他们接近歌颂的在外的演了个他们这个年把他们接脱落的这个年动着没错他们接上扬他不来这的说一说话他比多接心会让你的结果他们这个年把他们接的把音乐音乐我心里冷了他们比冷的心间他们接多接跟每个字把它散了Om Bandha Sato M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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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 Om Bandha Sato M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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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 Om Bandha Sato M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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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 Om Bandha Sato M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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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 Om Bandha Sato给我的夜夜的大多接鲜花就这里昨晚几张马里巴的一三那过百座大大的心间他们接接他们这个念着跟他的家等你上去念不完他们这个念不来大百座一马火冷的大把冷起来养看着冷里多接冷着了马上来问所以我觉得大多年的等咱们跟爹我进来多接触干嘛呢就这么多接头我能弄给接触做这样的人就给了人生就得中国做在这里那么干做他们见解在这里供我学我远远不大家等你对这样也是吧晓得了我把公别定了的我今天也见了三餐白马给谁来动不了要怎么做个我祝你白马中的也只来着过得了感觉忙不过姐姐接着来打这么去君君老姐三次说个人白马舍得活我今天也见了三餐白马给谁来动不了要怎么做个我祝你白马中的也只来着夸得了看着忙不过姐姐接着了打这么去寻觉了解三次说个人白马舍得活我见一见了三餐白马给三动不了要怎么做个我觉你白马中的也知道这夸得了看着忙不过姐姐了接着了打这么去寻觉了解三次说个人白马舍得活哦，对你立的隔壁上家落男子一样跟上两座壁座接着吧你这得动接接上过地里给做跟来接也浪做看完接接多接个接你再接住接过落过得来做给做个马里上接多劝我那不是我今天玩个破帐的得出来个说的接着把地将为浪的座位都来做人真的看着忙不过结果斑马中的接拉住拉住啊的我见了斑马中的拉住啊的当了王哥心结拉的说我们那个人斑马说的我们那个人我们那个人斑马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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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a kena bama sod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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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 kena bama, om mana kena bama s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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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a kena bama sodo,
南面你什么也给咱什么你我是那个嘛等什么送你是能够你什么等别先接了南阳南马过街我的人也三不让你两个都你等南面都得让什么也没办今年的年马做给俺也别这半夜得了忘给也许多寒夜中山隔夜蹲着不进来忘记多半句我妈妈那个的爸妈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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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那个人帮忙做的，我妈妈那个人帮忙做的，我妈妈那个人帮忙做的。我妈我们这个人帮忙做的的活，接娃跟的养的拉妈的，咱们做接娃来弄手脚，三顿二两接远的来做你，多接唱歌过半年多做，说那么的也等着日半年。多年你不在南北街站接个那街娃弄着半夜左边左里左娃左娃说围上之后不要急着起坐应该观察自己这一坐修得怎么样如果修得比较好不要骄傲自满如果修得比较差也不要灰心丧气如是不堕两边持续修行我们一定可以升起修行的体会。马红本子那个人本马斯那的红马红本子那个人本马斯那的红马红本子那个人，本马斯那的红。